理事长，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好。所以每次跟福智演讲的时候压力很大。其实你如果你们在追踪我的 YouTube， 我讲的都是已经讲两三年了，都一样了，没什么变化，只是现在听起来感觉比较好一点。对，所以就是今天要讲的是不生气啊，但就是不生气讲之前，我还是会那个，就是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会念一下祈求文。因为我念了那个祈求文的时候心会比较定，然后讲出来的时候就比较有感觉。因为我讲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要自己要有感觉，然后我自己要觉得哦，我讲的是对，对我自己或是对我自己身边人有用。我们不是来学那个要考博士啊，或是累积知识的。所以累积知识如果在网络上累积就好了，更厉害啊！现在网络时代啊，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 YouTube？ 那个在日本的寺庙 AI 来讲心经，真的。然后后面那个那些师父都说南无 AI， 这样子拜 AI， 他讲得很厉害啊，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累积所有的资料，引经据典，哇，那个不得了。所以我讲的这些，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但就是说我讲，就是说能不能用，就是起心动念很重要，就是心里的那个。今天来听，而不是来看看什么有名人，不是，就是说今天能不能做到一点点这样子。我都是一直不断的提醒大家，所以我为什么前面念那个祈求文是，希望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大家都很忙，时间都很珍贵，然后来这边也不是吃什么好吃的，都不是。花时间坐公车、坐交通车，然后把很多时间排出来，来这边傻傻的就是这样子听两个小时，那没意思不是啊？人生就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声音。我为什么前面念祈求文的意思？祈求文很简单，就是利己利他，就是要利他，意思是说我们心中燃起慈悲跟爱跟感恩。如果你一旦燃起了这个的时候，你以后所有的你学东西也好，做事也好，跟人关系也好，什么都是一帆风顺，都会很好。这是我觉得我悟到我看到身边的改变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燃起慈悲心，从不生气开始推，它有它的原因在。这个是在从佛教角度来讲，从任何的从家庭事业世界的和平都是一样，从不生气开始。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我念那个经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啊，所有的大师或是所有的菩萨加持，自己做的业自己要承受，然后就是希望我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的方法，爱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感恩慈悲利他，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这是绝对绝对百分之百的。所以意思是说，我念这个咒的时候，希望大家闭着眼睛燃起心中的慈悲，心中的爱，把怨恨不愉快的统统放下，一旦放下你就解脱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默默的，虽然不容易，我也没放下，但有在进步。所以每天念一次就觉得啊，心里就轻松多了。念一次，刚刚又烦恼，刚刚又恨的，刚刚又嫉妒的，刚刚又贪念起来，想赚更多的钱，又买想买那个东西，或者想吃这个东西，一念起来，然后又会后悔，啊，然后又那个慈悲心的一念，心就又平静了，然后看起来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但是非常难，但就是说进步很多，讲越多进步就越多。所以时时刻刻就是提醒自己的概念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默默的闭着眼睛听我把那个慈悲的祈求文是站稳的，所以把大家就是看能不能真的非常感动的心中燃起那个慈悲啊，心中燃起慈悲是对自己最爱的方法。如果大家爱自己，爱自己不是吃一顿或者是爱自己我爽就好了，不是，那都是害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心中燃起慈悲，把那个讨厌的把那个怨放下，
那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啊，那才是真正人生的那种豁达、那种解脱、那种成佛的那种概念。那一刹那觉得，哇，好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心里那种起那个慈悲的念的时候，心中觉得好像一个东西就是平常卡在那里，好像不见的那种感动，一定要起这个作用。我现在我常常做很多忏悔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真的是好舒服的感觉，忏悔那一刹那，所以就是很重要很重要，那是要强烈的那种感恩跟慈悲哦。所以一定要就大家默默的，大家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这个平台，创造了这个价值的时候，能不能心中闭起来？我真的要好好慈，我这辈子的任务别的没有，就是好好爱自己，好好爱自己，就心中要燃起慈悲，所有不开心怨的东西，我一定要放下，不然人生白活了。不管你有什么不重要，但就是这里开不开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一定要觉，一定要悟，所以就是看能不能感动到，等一下哭出来，那更不得了了，或是笑出来也可以。感动是有两个，一个是那些，哇，真的我好开心哦，我真的很感动，我把自己的怨恨都放下，是两种。所以一定要大家默默的闭着眼睛就，听着我的声音就好了，然后心中燃起慈悲跟感恩。昆丘松拉达迦吉迪巴丹杰苏苏夏卓耶格拉吉让三杰将就一吉三杰就当作就拉将就巴多达迦吉让谢天地让卓就将就是你杰巴你将就就归是你杰就你三杰丹杰达格卓多你将就就杰耶王杰巴若拉本就三界若巴就滚就松拉达就去第八等界苏苏夏若耶格拉吉让三界将就一吉三界就当作就拉将就巴多达就去让谢天地若卓就将就是你吉巴你将就去归是你吉就神界南界大格诸多你将就去去一往去把你诸拉分就三界诸八就滚就松拉大就去第八坛界苏苏下如何给拉吉让三界将就一起上三界就当出就拉将就把多大就去让谢天地让住去将就是你去把你将就就归是你解救你心结难解大根诸多你将就就去一往解把你诸拉分就三界诸八修滚就松拉大就去第八坛界苏苏夏卓耶格拉吉让三界将就一起三界就当足就拉将就把多大就去让谢天地绕住就将就是你解把你将就去归是你解救你神界南界大根诸多你将就去去一往解把你诸拉本就三界诸八修滚就松拉大就去第八坛界苏苏夏若耶格拉吉让三界将就一起上三界就当足就拉将就把多大就去让谢天地绕住将就是你解把你将就去归是你解救你神界南界大根诸多你将就去去一往解把你诸拉本就三界诸八修滚就松拉达就去第八坛界苏苏夏卓耶格拉吉让三界将就一起三界就当足就拉将就把多大就去让谢天地绕住就将就是你解把你将就去归是你解救神界南界大根诸多你将就去去一往解把你诸拉本就三界诸八修滚就松拉达就去第八坛界苏苏夏卓耶格拉吉让三界将就一起三界就当足就拉将就把多大就去让谢天地绕住就将就是你解把你将就去归是你解救你神界南界大根诸多你将就去去一往解把
卓拉本觉三界卓巴修根觉松拉达觉揭谛巴檀揭娑娑夏卓耶噶拉揭让三界成就一切三界就当作觉拉成就八度达觉揭让心定力若住觉成就随力揭波尼成就具贵随力揭求三界檀揭达给若度尼成就具具一无揭波尼卓拉本觉三界卓巴修成就随觉仁波切麻揭巴哆揭觉揭瓦巴那娘咪巴空那空德贝瓦修成就随觉仁波切麻揭巴哆揭觉揭揭瓦巴那娘咪巴空那空德贝瓦成就随觉仁波切麻揭巴哆揭觉揭揭瓦巴那娘咪巴空德空德贝瓦拉修大家可以默默的眼睛打开，然后看一下自己真的有没有燃起感恩的心啊，或是慈悲心啊。对，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月开始在台北瑞光啊，就是会带那个禅修啊打坐。就是你们也可以看直播啊，但是会有直播，所以你们直接可以看直播。通常都是我希望就是每个月都带一场这种，打坐。打坐最高的境界就是观慈悲、观感恩、观随喜，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以为就是练内观啊，什么熟悉啊，什么什么，那都不是练功夫。真正的就是大家都是学管论的嘛。学了多久？很久。其实中华大师学管论，管论真正讲的是生活。因为以前呢，就是中华大师开始学那个五部经典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知道吗？所以他那个49岁那一年，就是在就是 Reading 宫吧，就是一个寺庙，他坐下来把所有的修行，从次第，从一年级到博士班，甚至拿到学位，他就很轻松的把所有东西都讲了。然后后来就是越讲越，大家越讲越深，对不对？然后每天都背那些什么几个几个几个什么四谛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三昧耶啊什么。其实管论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是教你怎么做人而已，就是很轻松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今天讲的那个不生气的养生，养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养心，心养了，你气顺了，气顺了，循环顺，循环顺了以后，身体自然不会生病。我们倒过来，每天在养生，每天养生，心就是怨气啊、恨气啊、生气啊，一大堆事情，那怎么会健康呢？所以就是颠倒过来，所以就是以前有很多大师啊，几乎一辈子没看过什么医生了、啊。他把心养好了以后，你气该顺的，气顺都顺。常常南怀瑾老师讲一句话：如果你心练好了，你气顺了，脉络通了，打坐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说他以前小时候，南怀瑾老师小时候练功夫的关系，所以都是脊椎啊，什么都侧弯都不顺，所以后来打坐。打坐不是练功夫，很多人把它以为是打坐是练功夫，知道吗？大家知道打坐是要做什么？所以很多人打坐啊、这样子哦，要干嘛？眼睛要瞪瞪，然后就不能倒下去，然后就练功夫，越练越僵硬。打坐真正是练心呐、啊，心练了气才顺啊。所以印度瑜很多瑜伽大师 ，yoga 跟打坐是同样的概念的。瑜伽就是在中高巴大师后面的上师道讲了以后，后面讲的瑜伽的那个管论里面，最后讲的那金刚经啊，或是就是被大手印啊，马哈穆德拉就是大手印，那些都在讲是真正最高境界的瑜伽。瑜伽是结合的意思啊 ，yoga 是结合的意思、啊。你的心跟大自然结合，你跟心跟身结合，你跟心跟大脑结合，你跟心所有的连接起来，是因为它是主角，它才可以控制这个。就是你身体是你心里，如果你这个掌控你的心的时候，
身体是你的员工，你讲出来的声音跟你所有的情绪、你的看法都是他的工具，知道吗？现在是颠倒，我们没办法掌控这个，所以工具或是员工来控制老板的概念，我们情绪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变成情绪的奴隶？所以就是意识没有到更深层的意识。所以跟真正瑜伽不是 twisting， 瑜伽不是练知识，瑜伽真正的瑜伽是练心，跟佛教讲的一样。印度很多瑜伽大师跟我讲过，他们说他们练瑜伽心练了以后，你什么样的姿势都很轻松。你心没有练好的时候，气就不顺，气不顺的时候，肌肉就开始会僵硬。所以一样的概念，就是我们还是要练心，心很重要。所以不生气开始再讲。然后第一个就是广论里面，刚开始广论是讲什么啊？还是已经忘记了啊？就是前面最讲的就是清净善知识，就是来这边就是清净善知识的概念。但就是一定要就是善知识是要用在自己身上，不是来学问的，不是要考学论文或是考博士，这个是用在自己身上才叫做学问，才叫做善知识，清净善知识。然后清净善知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大家都忽略掉，每个人都忽略掉。所以不生气最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断绝点评开始。大家听得懂点评吗？啊？点评就是批评的意思啊，说那个不是，说那个不是。对，意思是说宗喀巴大师说着，为了自己的教义诽谤他教，而且讲得非常清楚，那个是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哦，没有人重视这个啊，十恶啊，要杀人犯啊，偷盗啊，强盗什么，大家都很在意。但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讲点评这件事情，是大家认为点评没错，点评不犯罪，大家有没有心里这种觉得？我批评一下怎样？我骂一下我老公，我爽就好了。管你什么事啊？大家一定有这个觉知。比方说你电视上看到什么名人或什么，那个名人很糟糕，那个政治人物怎样，爽就好了，大家不会觉得这个有罪，对不对？所以这最可怕的地方，杀人知道有罪，说谎有罪，偷盗有罪，哦，大家会反，哦，那个不能做。但一件事情本来就不好，本来就对你杀伤力很大的东西，而且大家心里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那才最可怕。那是一个强盗在你心里，然后不知不觉的把你做坏事，而且你觉得那个不是什么坏事。最可怕的地方就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比方说在广律里面清净善知识里面真的没有悟到这个点评跟诽谤很重要，很重要。不生气开始这样子，你不点评那一下那，你才会燃起感恩跟随喜，这是相互的。你每天都讨厌一个人，你怎么会感恩呢？你每天都这个不顺那个不顺，今天天气不好，那个政治人物怎样，今天股票怎样，然后那个人怎样，我妈怎样，我爸怎样，我兄弟怎样，我媳妇怎样，然后我的同修怎样，这种比方说大家聚在一起是都是互相批评了，然后我主管怎样，但大家觉得没什么，反正不顺我意啊，我就要批评他，那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了。所以广论就是清净善知识，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批评或是侮辱这件事情一定要学好，人生最大的才会后面讲慈悲感恩随喜才会启动，连这个没有觉悟，这个是错，这个是不好的习惯，连这个觉都没有的时候，那很可怕。那你虽然不会去放火，不会去杀人，不会 去偷盗，不会去说谎，但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做很多坏事，这是不知不觉的做坏事，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卷。所以我一直在那个脸书上面也好，书里面也好， YouTube 也好，就是不生气的方法，第一个一定要断绝你点评，就算是他十恶不赦，就算是他坏人，你已经他十恶不赦，你再踹他一脚，我爽就好了。千万要不得，这个是习性，是慢慢慢慢，有一天会怎么样，知道吗？有一天全世界都跟你作对一样，什么都不顺，老公不顺，公公婆婆也不顺，媳妇也不顺，儿子也不听话，然后同学觉得开始欺辱我，然后人家没有说什么，你就怀疑他在说什么，然后赖不已读不回，睡不着，那个疑心病就这样子自然而然助长起来，这不是别人，是你一直每天都习惯性的看不顺眼这件事情。家庭破裂，你的自信，自己自对自己的自信破坏，然后是连全世界都针对你的感觉，然后慢慢会碰到诈骗集团，真的啊。然后你每天就是比方说思维就很顺，很不顺，很不顺，然后一直负面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觉得你事事都不顺，你什么都碰到都是坏蛋。所以这个事就是意思是说，取决于你个人，不是世界坏或世界好，这没有所谓的对立，这是我们的习性。因为我一直不断的讲这个事，最后最不幸的是自己。你对任何人不信任的时候，就算你拥有全世界，人生是很苦的。你没有任何东西，但就是你心中都是随喜，这个美好，那个很漂亮，这个帅，那个美，那你的世界就是在天堂一样的概念。所以中观里面，就是后面就上师道在讲里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你又要活在地狱，或是你有丰富，你的知识怎样，你有没有开悟，取决于你的见地，你的看法，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看法，就是搭档，就是西藏人说搭望，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慈悲，一个看法，看法生了，慈悲燃起来，这两个才会成道，才会成佛， Paramita 才会到五道里面的第三第四道，就是见道跟无学道才会真正到彼岸，阿底阿底巴朗阿底巴朗三阿底菩提说到彼岸的意思，巴朗阿底就到彼岸，这就是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感恩跟慈悲啊，那个要燃起你的思维要改变了，你把那个坏的习性，看这个人不顺，看那个人不顺，每天到晚都在电视上骂人，那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啊，那为什么要骂人？然后很多人说他十恶不赦，我骂他是应该的。我常常问你一句话，比方说你骂任何一个人，他会改变吗？或是点评啊，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一点评他会怎样吗？因为你说一句话，他会改变吗？他不会怎样，你会倒下去，因为你心中起魔了，起恶了，起不顺眼了。你心中起魔、起恶、起不顺眼的时候，起恨、起怨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因为心中怎么样，你要面对着。你心中起魔，你要面对的是魔。你心中恨，你要面对的是恨啊，每天恨睡不着啊。你心中放不下的时候，就是要面对的是放不下啊。心中点评啊，我老公怎样，那个怎样，你每天面对的是就是看他不顺眼了，想把他休了又舍不得休，真的啊，很多人就是忍着啊。然后常常我跟很多夫妻问说，他也没有有用的价值，没有价值就赶快休一休啊，要么你燃起慈悲，要么就修一修各过各的。对啊，因为你那个运气雪球一样滚大，然后最后就是特别是年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可怕。老人家如果从小习性的一直批评一直批评，到一年纪大的时候碎碎念到连子女都不想理你，这叫做福报。所以
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就是广论里面亲近善知识是要积德。那怎么积德？大家有没有积过德？啊？怎么积德？就是积福报，因为有福报才会开智慧，开智慧了又雪球一样滚大，这个叫做善的能量跟善的循环。你要开智慧，比方说我讲的今天听得懂，然后觉到啊真的，然后去做，那个要一定的福报。那怎么积福？啊？大家有没有积过福报？啊？做善心，善行，善行，真的大家有做善行吗？啊？然后大家觉得自己很善良吗？啊？很多误认我，大家都觉得善行，我来服侍做一些什么，穿着那个义工的制服，然后就说师姐好，感恩。你真的觉得善吗？这个没有处理好，什么叫做善？连自己都没有好好处理好，你就会善嘛？所以我说，真正的善良是燃起你心中的菩萨，燃起你心中的感恩，燃起你心中的善良，才真的善嘛。第一个要善的对象是自己，连自己都放不过自己的人，叫善良吗？你说我们自己都不放过自己，最大人生最大受害者是自己，这是自己自虐啊。说简单一点，自虐啊，不是别人，不是妖魔鬼怪啊。对啊，除非战争啊或什么，就是莫名其妙被人打，大部分都是自虐啊，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这样子想出来的。所以自己都没办法对自己善良，那你说哦，你很善良。真的吗？啊？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真正善良就是燃起你心中的慈悲。一旦你做到不点评的时候，很平，就很平静的时候，那才是善良，那才是累积你的福报。因为你批评一次，看人不顺眼一次，你的习性就叫做恶的循环。恶的循环就是失你的福报，你身体上的健康没有了，你的思维的福报就没有了，你的财富的那个福报就没有了，你的家庭的福报就没有了，你亲子儿女关系的福报没有了，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福报没有了。福报是能量，是所有事情都有啊，你连喝水的福报都没有了，觉得这个水很难喝，这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事事都看不顺眼，所以我常常讲，就是人到了一个50岁以后，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言跟行跟思，不然你的福报就是年纪越大，你的福报失去的越多。就算你有家庭有财富也好，任何东西都是负担，甚至连子女都你赶快死一死算了，我还可以积家成。很多人都这样子啊，你一旦没有福报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子女嫌弃你，很多人都嫌弃你。我已经那个安宁病房看过人死躺在那边的，然后我跟家属讲，就是跟子女说，跟爸爸妈跟妈妈或是跟爸爸说一下，跟他说他还听得到，身体是温暖的。很多人碰都不敢碰，哎，尸体开始避开，平常是你的父母，哎，有一天都会到这种程度。你没有福报的时候，有福报的时候，那些大师啊，死的时候，很多人想去摸他一下，能不能加持到，还能不能烧的是出现一些舍利子啊？西藏有些大师打坐是入定以后，就是18天21天都打坐，然后身体是暖的，心跳没有，呼吸没有。台湾有发生过，很多师父啊，他可以决定生死啊。如果你累积福报，把那种心里的肮脏，很多事情把从点评开始多燃起一些感恩的时候，我可以100%的可以保证，这辈子你就不会缺，因为你有慈悲，你断掉那个恶习，这就是你的保护伞，一辈子会保护你。慈悲跟感恩是最好的保护伞，不是你有多少。
如果你有心中有慈悲感恩的时候，你拥有的都是使你享受，懂吗？你有的房子你就觉得很住得很舒服，你跟子女的关系也很好，你跟长辈的关系也很好，你跟所有的东西，然后你花钱花钱觉得很舒服，花100块看感觉叫10000块的概念，那叫做福报。有一天你没有福报的时候，买个跑车花几千万都没感觉，那出自于自己。然后越有钱，越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压力更大，怕被骗，怕被小孩小朋友拐走，每天反东反西。甚至我们也跟很多企业讲，你走之前赶快把就是该分的分的赶一赶，是分一分，他说不行，遗书都不敢留，活着的时候还不敢转，知道吗？那多累啊。那要么你走的时候全部带走，可以带吗？对啊，所以就是人活着就是最大的，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来到这个世上是来享受的，不是来受苦的。来享受来受苦取决于你自己，不是你拥有什么。然后很多人说不公平啊，谁有谁啊，谁就是有些人有钱有些人没钱。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真想一想，就是从认真想，你生来的时候有带什么银行卡吗？啊？没有。带着一个哭声来的，赤裸裸的，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带。现在你拥有的都是赚到的，知道吗？没有亏的，都是 profit。就算乞丐坐在马路上，他别人给他一个便当，也是赚到的，不是你上辈子带来的。这样想一想也不吃亏啊。有钱人没有钱人，成功人士没有成功人士，我们享受的太阳是一样的吗？还是就是有钱人或是名人太阳是比较大？月亮一样大， H2O 喝的水都不是一样吗？还是巴菲特吃的跟喝的是完全是不一样？他每天都喝可乐，就是吃那个 hamburger 五谷杂粮，有什么差别吗？差在不是他拥有什么，差在你那个 moment 你的福报跟享受。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练习这种就是 好的习性思维的意思是，有一天转到你的眼睛里面，啊，这个树好漂亮，那个花好美哦，这个女生好漂亮啊，这个男生好帅啊，我老公对我好好，我公公人很好很慈悲，然后同修人哇他很善良。你的世界都是美好的时候，你的福报很快速的成长，这叫做善循环。善循环，然后就是燃起善循环，一旦燃起的时候，别人好的是希望他更好。不然你如果你一直在恶循环的时候，别人好的时候开始嫉妒，开始说啊，郭台铭不怎么样，他是奸商，那你也来见见看啊。来转转看呢，啊，这叫做嫉妒心作怪。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要随想，哇，他好厉害啊，他是一个企业家，养几百万个人口，他创造那么多价值，真的，就算他赚多少，以后还是留给我们分呐，啊，或是留给他家啊，或是什么，都是还是一样的，啊，这是大众的概念。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习惯性的善的循环的时候，就不会点评，知道吗？就说啊，哦，马斯克很棒，郭台铭怎样，贾博士怎样。我常常跟我们的医生讲，就是千万不要去批评这些大伟人。真的，你一下子你的福报就下来了。特别是大师，像慈济的善人，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我们福智的日常老和尚。这些大师不要，就是外面的就是媒体会影响，一点点批评都不要，你一下子就是你的福报，你所有的就可能累积好几辈子马上就不见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
所以点评就是在这里，就算是基督教或是回教，你要随喜，如果懂得随喜，哇，那很棒，他们也很慈悲，做很多善事，他祈求耶稣真的很好，唱圣歌很棒，他们也是教育人家，就是燃起慈悲啊。不要说啊，他是基督教，没什么，我是佛教，好像高尚一点。这个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就是用好的东西，就是用好的方法去看，别人成功要随喜，不是嫉妒。嫉妒对你没有，你嫉妒一下郭台铭，他不会分钱给你啊，是损失了你的福报，你不划算呐、啊。你批评别人，就算你陌生的人，任何一个人，你不划算，吃亏的是自己，别人不会怎么样，别人不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成功的人是好人、善事、大事，这些都是要随喜身边的人。他好的时候，比方说他们家儿子考上台大，哇，好棒哦！希望他更好。这个妈妈培养得很好，不是说啊，他是随便运气考到的啦，没怎样。嫉妒心又作怪，懂吗？就是用随喜的概念。比方说同修他好说，哇，真的很棒，这个世界，哇，他有好爱心哦，他家里的东西都拿给同事，随喜。不要说他就是为了自己要搞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乱送人家，又是嫉妒。嫉妒对自己没有好处。随喜任何一个看到好的美好的，对你非常非常大，就是最好的善良，最好的慈悲，这也是你的保护伞，你会开始进入了善循环这个循回道。就是轮回，我们在讲就是 virtual cycle， 就是轮回讲的是每天的24小时，你要再进入善循环还是恶循环，就自己决定。然后另外一些不幸的人，你千万不要再踩他一脚。比方说电视上看到有些强盗或是有些杀人犯，他真的要十恶不赦，要马上枪毙，关你什么事啊？你应该要燃起悲心，哦，舍不得，他也是父母生的，没有人生来想出生出来就想当坏人，燃起你的悲心，燃起你的慈心，随喜悲心， open your heart， open your mind， 意思说你心打开了，好坏都容得下，叫做成佛的境界，那就是你的福报。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一个在善的循环当中，这样子每天都善，你的家庭就会很好。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跟很多父母讲，就是说小朋友的教育在家70%，父母的教育很重要。你人生成不成功也是在家，快不快乐也是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家变成道场，不是战场。战场的时候连草木都不生了。有天就是很多人说啊，我爸妈有糖尿病，我也糖尿病；我爸妈有高血压，我高血压。我们家族很多乳癌，大家忽略掉家族的习性，不是 DNA 坏的习性。大家都每天都气呼呼，不生病才怪嘞。有些男生就是每天到晚都打老婆，然后他儿子也觉得那是正常啊，反正修理啊，坏的习性，知道吗？原生家庭的，然后吃的都一样，所以就比方说有些客家群组高血压的比例比一般高，他们吃咸的。有些像比方说日本呢，有些人他们吃每天都喝味噌汤，都吃比较咸的，反而伤胃，胃癌比较多，台湾比较少。然后台湾喜欢吃很多炸物的，那是习性，大肠癌。对啊，然后现在大家怨气越来越多，乳癌跟肺腺癌。从怨气，不要以为说啊，台风污染，心里的毒比外面的环境更毒，知道吗？心毒。我问过很多这种癌症，乳癌的跟那个肺腺癌的人，几乎都是很怨。要么怨老公，要么怨父母，要么怨曾经就是你被骗的那个人，都放不下。我就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带到棺材去啊？带不走啊。
所以怨气那些都是一种习性，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就是一直不生气？从点评开始，我这几个月或者就是这今年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希望大家都是就是一直循到一个善的循环，因为不然台湾就是很多习性啊。因为上次我们在员工也是一样，就王力宏那件事情，大家马上毛起来批这个渣男怎样，我就问员工说关你什么事啊，你骂他一下他不变渣了吗？他不会变笨，但就是你的思维已经到了恶的循环了，你吃亏啊，不是他吃亏啊，你批评别人是你吃亏不是别人吃亏，你点评别人是自己会出问题，是在做赔钱的生意啊，你在每天在跌停板的概念啊，像股票一样思维啊，你的福报慢慢慢慢流失啊，福报一旦流失的时候，你老的时候连身边所有人都会嫌弃你，很可怕、欸、到一定程度是子女会虐待你，真的还希望你早死，然后就是跟你争，你还没断气就在床边吵起来，我一看过很多啊，他还没断气就是哥哥弟弟就开始吵起来，然后父母一走兄弟姐妹变仇人，为了几百万，很现实啊，那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福报，一定要不要每天的觉得我的儿子的问题，我媳妇的问题，我老公的问题，我们没有遇到一个好人，然后我常常被骗，他欺负我怎样，每天到晚都习惯性的坏习惯，就是这个，那你就会越来越糟。所以一直说，我上次就讲过，人生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不幸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虐待的事情，就是批评点评，他随意说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这个社会怎样，那个国家怎样，每天很随性的，但就是那是对你来讲是最大的损坏你福报的一个能量，一定要觉到千万人。然后最难的事情，人生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检讨自己，问题都是别人的，自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思维就是一直，如果这两个思维的话，一定是这恶的循环，一直不断的在恶，千万制止，停，你才会你的福报又拉过来，正的能量就又拉过来。然后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今天讲，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心中有感恩跟慈悲，跟爱，然后每天练习随喜。断掉点评的方法就是随喜，随喜啊，这个人好，那个人棒，这个树很美，那个山很漂亮，这个很好，这杯水好喝，这个服务人员，每天懂得感恩啊，越懂得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善的能量就会跟着你一辈子。我昨天讲说，慈悲跟爱跟感恩是这辈子我们最值钱最伟大也是最好的保护神，不是坐在这边，心中的慈悲是你的保护神，会保护你一辈子平平安安，一直不断的上。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如果你燃起这种善的循环的时候，最后会有一个好死，就善终，人生就不是为了这个嘛，啊？就忙来忙去，最后还是要死啊！谁不要死啊？所以以前我还刚开始练过怎么死，真的这样死会笑起来比较不会吓到人家。还是我是决定了，然后就打坐，今天决定把所有事情交代了。哇，那功力多好！有时练练怕怕。若气上不来，一口气上不来就走了，人还是贪念，还想多活一点呢，不想走啊。所以就是把这辈子过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累积福报的方法，就是不生气，不生气一定要做到点评，就是不要点评。点评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一直看到这种东西，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不知不觉的，就是。
助长我们很多的恶念，知道吗？因为过度时代的讯息的发展 ，LINE 看到新闻，看到这个人说什么，那个人说什么，然后就是世界不资讯爆炸的时代，那不知不觉的那个就是理所当然，无所谓啊。有时是为了评价自己很厉害的样子，践踏别人。所以这个就是在国际上有很多这种商业模式啊。台湾习惯性的有时这样子，比方说他们会做比较，嗯，这个厂商不怎么样，我的东西比他好，厂长会做比较，知道吗？商业模式，国外不做这种模式，像国外的那个德国的就是最大的两大汽车 ，BMW 跟 Benz， 他们从来不批评说 Benz， 不会说 BMW 他怎样不怎么样，我的比他好，从来不会。做比较跟批评，他会讲他的价值在哪里，他会讲他的价值在哪里，叫做良性竞争，这是人家的格局跟思维。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思维？所以宗喀巴大师那个就是亲近善知识，前面一直不断的讲点评，大家还没有觉悟到，很多人不会去了解这个啊，下士道、中士道、因果啊，要上士怎样怎样，他们教的都是改变你的心，知道吗？是练心的方法。他一直说，比方说大家知道，就是比方说上士败了以后，就是不能诽谤他，不能干嘛？大家知道那个恶业很重，对不对？对。师父吓你，说下士八层地狱，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希望你看的东西善一点。希望你看到缺点也变成是优点，叫做转换。如果你有一天能量，他做坏事都觉得有悲心，或是觉得他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好，变成转换，只是你的心在改变。他教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从精进善知识、法脉，然后师父怎么拜、因果，所有的讲种种的次第到上士道，然后金刚瑜伽，所有讲都是怎样进入一个善的循环，跟变成一个善良的人。他教的就是教你怎么做善良的人。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不善良的原因，就是每天都在虐待跟批评。你知道，只要一点评，就是你不善良，因为损害你自己的福报啊。你说别人，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啊，不是别人。所以一定要就是关起来，你一旦呢，你大家自己看，就是你习惯性的随喜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慢慢什么事情都看得顺眼，然后你不知不觉你的能量变很好，然后你可能有高血压，你有血糖的问题，因为就自动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定，然后平常睡不着，突然就有一天自动会睡着。心里的压力就不见了，所以这个练习方法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有时你们要学广论的时候，一定要入菩萨行，这个净天法师解的这个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能不能一起通？通了以后，你自己就说啊，这个在讲什么？第一个讲什么？第二个讲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来就是广论，从头到尾我已经讲完了。你上几年了？就是怎么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看哪一个适合你。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讲，就不生气的原因，就是不生气才会燃起你心中的慈悲啊。你每天气呼呼，这个不顺那个不顺，你怎么会有慈悲嘞？对自己不慈悲，对外面这个人好，这个人那好，然后每天骂别人，那叫慈悲吗？舍不得别人才叫慈悲啊！舍不得别人，爱别人，怎么会骂人呢？怎么会生气呢？怎么会点评呢？所以悲心就是原因在这里。所以就是入菩萨行里面第六品一直在讲忍辱这个件事情很重要。情绪里面只有讲忍辱，十品里面就是情绪这个就十恶不赦的不生气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它毁掉你很多的福报跟能量，它破坏家庭。他破坏人际关系，破坏你的财富，破坏你的健康，很多事情啊，他会破坏。那源头是什么？每天不顺眼，点评开始，不知不觉，你可能生气是不好的东西，
但没有人觉得点评是不好，所以一定要觉到这一块。你不生，为什么我一定要就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是你不点评，随喜多一点，然后就是不顺眼的事情少一点的时候，你才会心中不会那么气，才会从根本的去解决问题。不是说啊忍着不气不气不气，那内伤知道吗？所以以为是我，很多人以为我说不生气，我在推广不生气是以为忍耐，很不爽但是忍耐。洛杉矶说不要生气，那会内伤，那要气发出来。我们要断根，从根本的问题，燃起你的慈悲跟随喜。看顺眼的时候，你心中有很大的慈悲跟菩萨的时候，你面对你看到都是菩萨的时候，你怎么会跟菩萨生气呢？你心中看到的人都是好人，很棒，随喜的地方就是人事物都是一样哦。你面对你生气的一定是人事物这些事而已啊，要么事情不顺就生气，不顺你意；要么人，要么发生的这个物件，你才会生气啊。这个生气转换的方法，从根本的问题，你习惯性的，这个人好，这个树很漂亮，今天的天气很好，台湾很棒，这个家庭很好，这个团体很棒，才会心中你那个力气，你的慈悲。立起你的菩萨，立起你的感恩的时候，你面对的是所有的都是菩萨的时候，怎么会生气呢？根本气不起来啊，所以不需要忍啊，忍会内伤，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觉到，就是身体根本的问题就要解决，不是说算了算了，就是忍着忍着，然后回去睡不着，然后忍着的结果会怎么样，知道吗？会产生更怨。就开始我说今天算了，明天能不能再报仇一下，或是找一个机会再来防一下。然后那个怨如果真的没有发出来，怨就得乳癌跟肺腺癌。那可怕的地方就这样子。所以就说很多人说不生气，以为是叫忍，不要生气，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转换你的能量，你时时刻刻能不能找到善的循环的概念。所以这个要不断的练习。如果你真的要生气的时候，我常常讲说，真的要生气的是要气出来，该骂的是要骂出来，不要忍。但就是做法，就是你会进步的方法。今天骂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坏蛋，然后是这样子，气冲头，然后再过来几秒钟、几十秒，或是一两个小时，你要讲的，哇，洛杉矶说不能生气，真的这样是不对，开始检讨自己。就不会产生怨，你就气消了，下次气会更少。这样子就是忏悔、改变、忏悔、检讨、忏悔、改变，就慢慢慢慢，有一天气不起来。然后有一天你骂你别人白痴的时候，哦，是哦，我这么白痴哦，能说出这句话就不简单了。对啊，哎，我也觉得我看起来好白痴哦。对，然后跟老公说你继续骂啊，没关系啊，我听着啊。境界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对你有好处啊，因为是你的改变。所以我跟很多太太讲，就是说你度化老公的方法，每天跟他感恩，老公感恩，谢谢你，有你真好，很爱你。如果做到这一点，你就赚到了，他会怕你，真的，那个慈悲的力量啊，他会觉得你吃错药了，没关系，老年吃错药继续，他开始顺你的意，他不敢跟你发脾气，那个力道真的不一样。所以上次我有教一个妈妈说她儿子不听话，然后就每天到晚都打电动的时候更跟妈妈对着干。我就说那我教你一招，你每天就是敲儿子的门，然后他在打电动的时候怕他们就说儿子谢谢你，感恩有你真好，要不要喝一杯水，不要说别的，就慢慢出来。他做了三四个月以后，儿子还会怕他，知道吗？妈妈一敲门，他就出来了。他在我在那台北讲话，就福智讲课的时候，他说：“谢谢我，真的改变了。”你看这一招多有用，因为是你的改变，不是你
一直想改变别人。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你想改变老公，你想改变儿子，你想改变谁谁，想改变全世界，门都没有。我们自己都改变不了，还想改变别人，那也有点奇怪嘛。所以最好最好解决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内心的改变，内心的升华，亲近上帝是，就是点评这个，因为点评这个问题很多，特别是宗教团体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常常就是我们听到福智讲佛光上，佛光将上福智，福智讲瓷器，瓷器讲，大家都觉得，然后到一定程度是批评那个师父。我常常会听到这种，我都觉得哇，都学佛了还在批评，你应该要容得下所有的众生啊，那你学那个是干什么？来斗争的吗？所以一定要就去觉悟，你们自己会有感受。西藏也是一样，就是藏传佛教也就这个缺点，我一直不断的跟很多师父在讲这件事情。红教批评那个花教，花教批评还教，还教批评又什么白教，然后就是那个师父怎样，那个师父不怎么样。东方人习惯性的，大家都是学佛，每个都有他的优点跟价值在，每个人推广是慈悲啊，那你为了创造自己价值踢别人一脚有什么意思啊？而且这种批评是根本不了解对方，只是听到一点东西就开始批评，懂吗？像很多比方说台湾也是一样，慈济不了解那个福智，然后很多人说福智怎样怎样，然后福智也不了解慈济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欸，很多不了解，然后看新闻，这是千万要不得。就是平常就是不管是身边的人，千万这些伟大的人物，像那个就是基督教的那个牧师也好，佛教的大师也好，这些师父也好，不管怎么样看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善良跟他们的优点。亲近上师是拜上师，是为了你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训练你看别人的优点，不要训练你习惯性的找别人的麻烦跟缺点。为了改变思维，每个人都有缺点了，我常常讲，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缺点，但就是说你如果习惯性的看一个人的优点，把它放大化，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像太阳一样。星星多还是太阳多？太阳一出来，那么多星星就不见了，因为你看到是感恩跟菩萨，然后他很多缺点就不见了，优点。人事物就是要习惯性的要这样做，你才会你心里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进步。所以今天一定要就是时时刻刻随喜。所以下就是这个月底啊，你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直播上面就是练习那个打坐。打坐最好的练习的方法就是感恩跟随喜。这个你的心境就会变成完全完全是不一样。只要一个人开始懂得感恩的时候，你的生命重生。你们师父常常跟你们讲一个叫什么？观公念恩，所以观公是观别人随喜的意思啊。啊，这个人好棒，那个人嘛，看别人顺眼，供别人的功德，把他别人的优点放大化，从师父，从身边的人，从自己老婆、老公、儿子都是一样。所以我是上次跟妈妈讲，就说我小朋友小时候很可爱，现在十二岁叛逆像魔鬼一样。我就说千万不要，你心中有魔鬼，儿子真的会变成魔鬼一样虐待你。你心中他是一个菩萨，就是来菩萨来孝顺你，是你决定，不是让儿子决定。对，所以任何事情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所有的感官的，你看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你面对的人事物的享受，都是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这里。所以一定要你的思维要提升，想法要提升，想法要用感恩思维看的格局不一样。因为就是次第的意思是说，从因果
轮回下四道中四道上四道最后最高境界成佛的概念，也是提升，为了提升你的思维跟想法，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样了。你每天看太阳，你看到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提升了。有一天会怎么样啊？打开第三眼，看到别人看不到东西，不是鬼，现在是鬼夜，他说不用担心了。第三眼的意思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格局，方方面面。企业家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比方说任何东西就是一样，就是同样一个人，这个人看到是啊，那个很难，那个不好做。企业家看到是机会，所以人家会成功，他看到你看不到东西，真的是这样子。师父也是一样啊，那么多师父为什么只有一两个成功？因为他看到我们看一般师父看不到东西，念经都一样，心经都一样，释迦牟尼佛讲的都一样啊，这文字都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悟到你悟不到？是不努力吗？大家都很努力啊，没有人不努力。你去深圳打工也很努力，打扫也很努力啊，连乞丐也很努力啊，每天都要三餐啊，真的他也没时间睡啊，为了等人啊，哪一个人不努力啊？你我大家都很努力啊，但就是思维见解差了，人才会察觉。佛教讲的精神就是一样的概念 ，awaken， 醒来，跟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们都会怎样？半睡半醒，好像要死不活，行尸走肉的概念，连自己做错都不知道在自己在做错，每天骂别人，以为是自己很爽，你每天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都不知道啊。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昏昏沉沉，不觉不悟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觉过来，不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每天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80%-70%的时间都是行尸走肉的概念。不要以为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你自己想一想，你早上一起来一刷牙，那个有意识的真的去想这个，一起来啊，刷牙漱口，喝一杯水，今天要去哪里？昨天想好了啊，今天要去上课或什么，哪一件事情是认真静下心来去想？这是像电脑一样，已经 program 已经设定好的。不然，如果你真的学佛的是一起来的时候，我醒来我还活着哇，我在呼吸，我心还在跳。真的很感恩，我今天要把好好把握，要有感恩的一天。那看就是来了，有意识的活着，应该要从早上一起来那一刹那开始感恩，开始觉得自己很幸福。有没有做到？没有，就一起来就是反正就是牙刷牙膏，反正几乎都是一样的重复啊。然后昨天那个思维没放下，今天还在烦恼啊。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觉悟是觉的意思是 consciously， 意思是说有意识的活着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不断的练习感恩。为什么一定要感恩呢？是我们活着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靠人的，不靠东西的。所以你看你出生的时候要靠父母，如果父母没有喂你，大概小朋友活不过20天。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做你任何事情，小朋友一定活不过。你开始去幼稚园、学校，老师帮忙，甚至我们穿衣服都是工厂什么，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或什么，都是别人帮忙。哪一件事情是不是靠别人？所以感恩是一定要的事情。但就是我们甚至以为你得到是理所当然，就是行尸走肉，理所当然。哎，这个本来就是我得的，我有钱怎样？我花钱，我买东西，我感恩什么感恩呢？所以理所当然的活着的时候，你的福报能量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失去。所以人最大的差别，我常常讲，就是说那些大师为什么像释迦牟尼佛或是宗喀巴大师，他们的佛教。他们的思维传到千年的原因是他们种下他们的理念里面很大很大的菩提心跟慈悲心。
唯一能量永远不绝，他才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像中高巴大师只活了六十几岁而已啊，但他燃起那个慈悲心开始，连文殊菩萨都下来把守把守的，就是中观论师文殊菩萨亲自教的。他之前拜一些师父，很多东西听不懂，神明下来一教了那个以后，他著作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观论的解释，然后缘起藏，这些都是后面突然悟到了。他年龄那么短的一个时段，著作了那么伟大的事情，现在那么多我们学还是有时听不懂，对不对？学一辈子一个经典，现在全世界多少人在学这个广论？一个人的经典就是种下了很大的愿跟慈悲。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你们的老和尚日上法师也是，星云大师也是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听他的、传他的？无亲无故的，佛教每个人都会讲了，讲经内容每个人都会讲了，大家都会讲了。但为什么他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发了？就唯一一个，你的慈悲的种子种下多少，你的心格局多大？一个企业家成功的一样，格局多大？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上次我又跟很多人说，我说马斯克好厉害，他难怪他会变成全世界首富。然后很多人说马斯克乱七八糟啊，哪有这么这个一个坏蛋？我就说不是，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他是为了改变人类的地球，为了环保，为了什么？特斯拉是他为了改变人不要绝灭，真的。然后为了绝灭是他想把人类送到太空去。就算思维是假的也是多伟大的世界，一个假的东西就算假的它可以创造这个大价值。所以一个思维，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感恩，从假的开始做起啊，真的回去有感恩老公感恩小孩，就是从假的开始，有一天会变成真的，不断的练习。所以那个思维的能量哦，因为你看所有的人类都一样，吃的东西都是一样五谷杂粮，喝的东西也是 H2O， 晒的太阳也是一样，月亮也是一样，空气也都是一样，我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有钱没钱都是一样的概念。但就是说差别在思维，24小时时间都一样，思维不一样，你的能量就完全不一样。